你以为的姐弟恋。实际上的姐弟恋，怎么你也不过就是个大专生，我当初不是还让女儿嫁给你了，怎么样现在你要翻天啊？大姐，你看看现在年轻人的世界。你闭嘴。你让孩子说完嘛，是不是现在有一点。你也闭嘴。那个，因为我女儿在里面上厕所，她一直不出来。哎呦子宁，你出来太好了，你快点给两个叔叔。来干嘛呀？都这样了还不带走，这变态啊。哎，不用人家拍。